除了先进的战机，这场蓝天盛宴还汇聚了多支空军表演队同场竞技。天之翼飞行表演队驾驶着初教六飞机，展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。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现场，空军航空大学的天之翼飞行表演队驾驶初教六飞机，在空中上演了九机雁对、七机开花、四机如影随形、三机尾旋、双机对头交叉等一系列高难度飞行科目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叹。我们是九机表演，那这样对队形的稳定性啊、队形的标准和统一性啊，要求非常高，而且像我们这个机型初教六机型平直翼。螺旋桨飞机，它受空中气流的影响非常大，对咱们飞行员的这个操纵能力啊和要求啊非常高。天之翼飞行表演队的三机尾旋动作被誉为是飞行表演中的高台跳水。尾旋这个动作呢，应该是只有我们这个机型，能够飞的，所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特别是三机同时进入这个尾旋，飞行员的这个技术掌握呢，要求比较高一些。因为是三架飞机啊，一块做尾旋，它的动态的一致性要求非常高。天之翼飞行表演队组建于2011年3月，队员全部来自教学训练一线，既是表演队员，也是飞行教官。